韩国炸鸡也能变身吐司三明治，带有奶油香的酥脆吐司，金黄炸鸡，鸡堡甜辣酱汁，带有淡淡蒜香，吃来味脆黏嫩。刷上奶油，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就能放上吐司，让吐司完全吸收奶油香气，刷上酸甜的韩式白酱。炸鸡下锅，炸到穿上金黄外衣，口感酥化。和煎蛋一起放在吐司上，点缀酸黄瓜、生菜就能上桌。是我们韩国进口的，然后吃起来口感酸酸甜甜的，哦，那风味有点像那种奇异果的酸。那里面有泡菜汁跟洋葱汁，培根起司和吐司里头居然藏了韩国泡菜，酸辣滋味刺激味蕾，平衡浓郁的花生酱。培根下锅，连泡菜都要炒一炒，变得温热。刷上白酱的吐司，放上培根、花生酱，还有泡菜、酸黄瓜，增加层次。所以我们使用的那个奶油是韩国进口的奶油，所以我们制成那个奶油吐司。ISEC 韩国吐司来台，推出台湾限定口味。则美之城也推出台式炒意面。那汉堡前一阵子联名巧克力品牌，抢攻台湾连锁早餐市场。民视新闻美工的洪西北市报道。